们有着自己的偶像。你们俩有偶像吗？有，羽泉、猪八戒、疯狂传奇组合、杨帆哥哥。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的暑期特别制作黄金宝贝，所以我们的口号是黄金宝贝我要闪亮。是的，今天我们要跟孩子们探讨的是他们心中的偶像。没错，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向偶像致敬。以前啊，杨帆哥哥说过啊，总说说我在节目当中有我自己的偶像，比如说我曾经喜欢张学友，我喜欢杰克逊。其实实话说，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，老师教过很多，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偶像有雷锋，有赖宁。赖宁那是你小时候的偶像吗？对，没错。对孩子们来说，偶像其实就是榜样，但我们又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。我们今天要通过跟孩子们交流他们心中的榜样，来看看他们的内心世界，他们心中的梦想。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六组黄金宝贝。我们是上高四组合，我们哥俩肥辣豆，唱歌跳舞脱口秀，节目精彩滑完扣，保证你们靠不够，好戏在后头。大家好，我叫唐诗涵，今年五岁了，我喜欢唱歌跳舞，希望大家能喜欢我，支持我，多给我投票哦。大家好，我叫张诗月，今年六岁了，我的小名叫大多，大小的大，多少的多，知道我的特点吗？我的特点就是帅，举手投足我就是帅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鹦鹉传说组合，我们的爱好是唱歌跳舞，我们的偶像是凤凰传奇组合，凤凰传奇组合，希望大家支持我们，喜欢我们。大家好，我叫高慧成，今年六岁半，我来自黑龙江。我是张艺兴，我想变成快乐的小美人鱼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六组黄金宝贝，他们当中啊将会有一组成为今天的冠军宝贝。那这个时候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也包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的家长们，拿出您的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冠军宝贝。您预测正确的话，将会获得我们栏目组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黄金宝贝圣斗士组合，有请。东北的天儿是嘎嘎冷的天儿，东北人愿喝那老白干儿，东
北的小伙他帅又壮呀，东北的姑娘她亮又甜。来来来，到东北来，我烫上抽口那旱烟袋，黏黏的豆包它圆又甜呀，野鸡那炖蘑菇尝尝鲜。兄弟，来一起，有福同享，你别见外。变风格了哦。欢迎圣斗士组合，有请二位。哇哦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来，先登台。嘴儿可是够甜的哈。我是杨芳哥哥，听说你也是东北的，咱俩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啊。你怎么一点眼泪都没有呢？因为我的眼泪搁里头呢。你呢？佳明哥，咱们俩是老朋友。哦。咱们在向幸福出发的时候咱们俩见过。哦，你参加过向幸福出发？对。哦，好久不见，非常想念。这见面都是客套话啊。对啊，倒是嘴儿倒是挺会说。哎，不过我很感谢佳明哥，你太佳明哥，咱俩杨芳哥，咱俩是二十多年没见过。你俩一个一个话。我都六岁了。还有什么话说？佳明哥，你太帅了。是吗？我知道。你俩净跟我们乱哄哄的，这个问候，您问候一下现场的朋友，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又换回来啊！我们是圣道士组合，来自东北长春那嘎达。我叫王金豆，长得不胖也不瘦。我叫胡正航，我今年六岁了。我们快乐贼拉逗，唱歌跳舞脱口秀，节目精彩花花扣，保证你们看不够。大家一定支持我，祝你健康加长寿，欢迎东北来。这一套一套的啊！哎，你们说你们叫圣斗士组合？对。对啊，这名怎么来的？这跟圣斗士有关系。我叫胡正航，我叫黄金豆，他叫胡正航，取他的圣，取我的豆，所以我们就叫圣斗士，明白了吗？哦，你们俩搭档多久了？搭档一年。两年。一年。两年。那年谁给你组的？我的学一年，大哥。你们下一次也别争了，一问你们，你们俩就说我们俩搭档一两年了。哎。这是的，哎，今天我们可是有个主题的啊，就向偶像致敬。你们俩有偶像吗？羽泉。为什么是羽泉？因为他们歌唱得好，因为他们是好兄弟，我们也是好兄弟，因为他们是组男生和男生里面组合最强的阵容，懂了吗？哦，我们长大也要成为最强的阵容。对，你们也是好兄弟。对。那叔叔考考你们啊，那你们俩谁最帅？我。谁唱得好？我。都是你们啊，那你不谦虚啊？谁更谦虚一点？我。这个有我们俩的身影。谁更笨一点？他。哎，我们两个主持人谁更帅一点？他。这是心里话呀。谁主持的更好一点？他。这个就有争议了，谁更笨一点？他。嘉宾哥，我们为什么要自取其辱？那你们觉得胡海泉和陈羽凡谁更帅呢？陈羽凡。我们就是每天都吵架，不过还是挺好的，一天吵一架，两架，一架，两架。每天吵一两架，就为了一个事儿吵架，为什么事儿啊？当队长。当队长。哦，人家是个组合，
想要一个队长。那羽泉人那个组合，人家也是多才多艺。那你们刚才说了，也是能唱能跳，跳能跳吗？能跳，能跳。PK 一下，行不行？谁适合当舞蹈那个队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啊，来面对观众。呵，你这架势不是要舞蹈，是要武术啊！这个舞蹈决定谁能成为队长啊！啊，两个人要斗舞啊！哎呦，不错哦，掌声鼓励一下！要到他的跟前来挑逗他，哦、鞋掉了。鞋掉了好，现在黄金堂正好也不出台哟、哦、哇，小伙的舞蹈功底都不错啊，小感觉都特别好啊！哎呦，别忘了我们两位小朋友是穿着棉袄在跳舞、啊，你们俩不说吗？谁跳得好？这个回合谁当队长？我宣布打平。你这样，你这个回合不分胜负，你再比一个。你说我会 B-box， 谁不会 ？B-box 是吧？来，开始 box， 嗯。我去给你们找点餐。等一下，接一下麦克。我不，我去给你们找点餐巾纸。来，拿我这个。口水。耶。我去拿点纸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也擦吧。这么的不公平。咱拿他那个玩一玩好不好？来，两人请登台。想问问你们，你们觉得为什么羽泉能够成为男生组合现在歌坛里面的第一？为什么？对，他们唱得好听。唱得好听。对、嗯。还有呢？他们还有什么优点？特别帅。特别帅。会自己写歌。对了，哎，黄金豆说到重点了，自己会创作，自己写歌，因为自己写的歌自己来演唱的感觉是与众不同的。所以你们俩希望长大的成为羽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好努力，啊！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开始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：黄金宝贝。我要闪闪亮。请登上黄金舞台。圣斗士组合，各就各位，黄金一百秒属于你们，计时开始。羽泉的歌，这样赌气是卖心情是自由自在，确实舞台上有那么一点点小羽泉的气质，奋力奔跑梦在彼岸，我们想环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自由之方向，追逐那座闪电的力量，浩瀚的海
组合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掌声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黄金宝贝，他的名字叫唐诗涵，有请。您真好。溪水路到乡家，乡间有个什么神呐、啊？出了个什么人？人到人民的街道，哎呀一次哟。这一身好帅啊，会敬礼吗？给大家敬个礼，来。哎呦，他是先敬退礼，然后收下来，是军礼。哇，你真厉害，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吧，诗涵。大家好，我叫唐诗涵，今年五岁了，我来自辽宁葫芦岛那嘎子的，希望大家喜欢我哦。好可爱、啊，小老乡啊，葫芦岛那嘎子哈。五岁是因为啊，五岁那还在上幼儿园啊。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身表演服装呢？因为我喜欢宋祖英，宋祖英他是当兵的。哦，明白了，你的偶像是宋祖英，怪不得眼熟哦。就是宋祖英，他好像有表演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身造型，对，而且啊，因为他是海军嘛，啊，所以他更多的时候是穿白色的军装。对啊，葫芦岛那也靠海嘛。对。你为什么喜欢他唱歌？因为他长得非常漂亮，唱歌还非常好听。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听他唱歌啊？你还记得吗？什么时？四岁。四岁，你听他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？第一首歌《浏阳河》。啊、哦，浏阳河、哦、就是你刚才唱的这一首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人家宋祖英阿姨啊，宋祖英姐姐，人有好多好多的代表作。其他的歌你会唱吗？会。你还会唱什么？还会唱《茉莉花》。能唱两句吗？能。来，给你拿话筒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真好听，实话实说，你跟宋祖英阿姨唱的就差一点点，你知道差哪儿吗？你张开嘴笑一个，就差那一颗牙，你知道吗？那着什么急啊，那是早晚会长出来的。阿姨还有别的歌呢，你还会唱吗？会。还会什么歌？还会辣妹子。辣妹子也会、哎、这也是代表作。辣妹子辣，辣妹子辣，辣妹子从小辣不怕，辣妹子长大不怕辣，真棒啊，才五岁，你看不同的歌他的那个精气神是不一样的啊。还有吗？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啊、大地飞歌。大地飞歌、哦、大地飞歌那是很大气的一首歌啊。嗯，踏平了山路唱山歌，撒开了欲望唱欲歌，唱起那牧歌牛羊多哟，哎，多过了天上的群星。
棒了。唯一的小小要求，我觉得唱的都很好，但我感觉你缺少了一点点互动，你知道吗？再来一首什么歌？换一首歌再。来当兵的人边唱边跟他们互动，你稍等啊，我把你的领子。好，来唱这歌之前先敬礼。对，先敬个礼。还是有请唐诗涵为我们演唱《当兵的人》。我唱的时候你指挥，我说预备起，大家全唱。好，大家一起唱啊。请。你喜欢的宋祖英老师，他是军旅歌手，但是你知道啊，要军旅歌手，不仅仅是要唱歌，部队上的一些训练你也得会，我不知道这些你会不会？会。你会什么？你会。踢不倒，正不倒。正不走。哇，你真厉害！你这又下来了。来，我帮你拿话筒。现在你就是军人了啊，展示你的军姿。收起。立正。哇。报数。报数，32。你是想看你？人家就一个人怎么报数嘛？我就考考他们。起步走。这个走的我怎么感觉差了点意思呢？是不是应该这么走？再来一次，立正，起步走。好，非常好，没关系。来，诗涵，我觉得他特别棒，为什么呢？他才5岁，对不对？说明你还有进步的空间，走得特别好，而且特别帅气啊！而且走出了自己的风采。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想能当一个像宋祖英那样的女兵。当这个女兵可很辛苦哦，你是女孩子，你能吃苦吗？能。你这榜样的力量啊，好好努力，你有一个好榜样，你一定有一个特别精彩的未来。加油，诗涵，好不好？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说出我们的口号，黄金宝贝。我要闪闪亮。真棒！来，诗涵登上，正步走，走上舞台，起步走。哎，我们眼前是一位小宋祖英，4岁开始就喜欢宋祖英，也要立志成为像他那样的歌唱家。黄金100秒属于你，计时开始。茶。
诗涵，谢谢，加油诗涵，再见，真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我们的黄金宝贝，他的名字叫张世宇，有请。送走晚霞，踏平坎坷，我成大道，斗把艰险又出发，啊又出发，啦啦啦啦啦。掌声有请张世玉，有请。你好，世玉。那二师兄啊，您这是和大部队走散了吗？对。你是真不知道路在何方了。这样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？好，我叫张世玉，今年六岁了。我小名叫大多，大小的大，多少的多。大多，世玉，你今天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登场呢？因为我的偶像就是猪八戒。哦，你的偶像就是猪八戒。嗯。为什么他是你的偶像呢？因为我属猪，然后猪八戒爱吃，我也爱吃。他非常可爱，多才多艺什么的。你多才多艺吗？那当然，我准备了好多节目呢。是吗？哎呦，你有好多节目，我看你是不是准备节目？你准备一个冰箱，又要吃是吗？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冰箱干嘛？你为什么准备才艺还要带一个冰箱呢？这里边还有很多东西。嗯。你要说出为什么啊？椰子，好。拿椰子，你要跟叔叔和观众朋友解释一下，你下面要表演什么？我喝完椰子就能跳好草裙舞。你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因为那个椰子是热带的，草裙舞也是热带的。哦，然后喝了一口就能找着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先喝一口。他是吃什么就可以跳什么吗？这一点跟我很像，为了吃，什么借口都能找出来。你还换服装啊？啊，你里边就剩皮了，啊，你裤子也，你这个也要吗？不是，诗玉啊，咱们男孩一般不挡这儿。哇，其实挺有味道的啊。二师兄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有味道，很到位啊。草裙要抖起来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热情的，耶！保持五秒，保持五秒。
志宇，说实话，你的这个舞蹈比刚才二师兄那个舞蹈跳的还精彩，太厉害了！那冰箱里还有什么？你还敢？来来来，还有什么？你再来一个。我，你这越选越带劲儿了。这个大葱要干嘛呢？啊？我也要吃啊。你吃大葱要表演的是什么？我们很期待。山东快书。山东快书跟吃大葱有什么关系啊？山东人就吃大葱，你敢吃吗？这个特别辣哟。你吃了以后就可以表演山东快书是吗？可以拿点豆腐吗？山东快书通年糕，汉董拿约雪花瓢，家家户户蒸面条，儿媳妇和面婆婆蒸，老公就是把那个火来烧，蒸的蒸，烧的烧，八大功夫整手边，老婆婆邻家去串门，老公公敬太池上把水挑，儿媳妇一见倒了心，一心要吃鹅年糕，插了一会儿刚要吃，不料他的婆婆从门回来了，儿媳妇一见害了怕，伸手掀起花苗，人家面糕就往怀里灌，你我的娘哎，把肚皮糖子打了跑，疼的妈抓着面糕往外扔，嗖，怎么那么巧，他公公挑水回来了，热面糕在老头他的嘴巴上，把他妈的这胡子都烫掉，气得老头跺脚骂，马也生，老天你挺着，你下雨下雪我不怕，你在青天白日下面糕，你下到哪里都可以啊，天天下在我的嘴巴上，把我满嘴的胡子都烫掉，哟，还有老天嘞！掌声鼓励。哦，有感觉了啊！冰箱里还有吗？可以给叔叔挑一个吗？那个杨帆叔，辣椒。没有别的了。香皂，那我还是辣椒吧。那香皂也没法吃。来，诗玉，我们到这边来，看杨帆叔叔吃了这个辣椒以后会有什么化学反应啊？来，三二一。能有那么神奇吗？三二一。你吃那么大一口。别脱衣服。如果化成白石，中间都变一指，白放来血汗，自己发疯，民族意识。朝天子穿皮子，穿戒指，我要面子。黄腰的秃头子，穿戒指，我要面子。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，没怎么变成是跟着我年轻个子。怎样当个国际公？怎样当个国际公？看我杀一番重要，不点一点骄傲。辣妹子辣，辣妹子辣，辣妹子辣妹子辣辣辣，辣妹子辣。辣妹子辣，辣妹子辣哟！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嘉明哥，来，你再喝一口椰子汁儿，帮我把那冰箱锁上。该你了，你说你拿了一个香皂，香皂能够带给你什么灵感？闻了就行了，这就有感觉了啊！上台表演。哦，就是待会儿的表演是跟这香皂有关。对，让人站在台上让人期待了。这个、你接下来一百秒的表演就跟你刚才闻了一下那个香皂有关系是吗？它带给了你的灵感，黄金宝贝，我要闪闪亮。请登上黄金舞台。张世玉总会给我们带来小小的惊喜。黄金一百秒属于你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怪不得要闻一下香皂啊！没错，找到洗澡的感觉。我爱洗澡，无比简单。哦哦哦哦。
声送给张世玉。谢谢大家，哎呦，好，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组黄金宝贝，他们的名字叫鹦鹉传说，有请。有请鹦鹉传说，有请二位小朋友。三哥哥好，大明哥哥好，你们好。大家好，来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鹦鹉传说组合。我叫郑正旭，我今年六岁了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正儿，今年我四岁了。我们的爱好是疯狂传奇组合。疯狂传奇组合。那学习凤凰传奇可很难哦，有舞蹈，有说唱，学凤凰传奇要分几个步骤呢？第一步是把冰箱打。三个步骤啊。第一步是有四个字，我们都想好了，叫鹦鹉传说。哦，就是把自己组合的名跟凤凰传奇名取得很像。第二步呢？第二个是拍照造型。拍照的造型，那你能模仿一下吗？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是第二步，第三步呢？第三步是抓住他们的特点，跳很帅的舞蹈。哦，那个他们两个人的舞蹈你们可以跳吗？飞到台下来。嗯。哎呦。你比如说那个曾毅最擅长跳的是街舞，你可以跳街舞吗？可以。你来两下。确实是有功底的啊，不错，谢谢。来，小妹妹，玲花人家是蒙古族，蒙古族的舞蹈你会跳吗？会。那来两下好不好？好。也好。哇，谢谢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孩子喜欢一个偶像，不仅仅是去模仿他们舞台上的表演，可能他们的生活，他们自己的经历，点点滴滴，他们都会学。
就好像这个王铮儿知道林花是蒙古族，对吧？他要学习蒙古族的舞蹈，所以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想成为一个特别有名的歌星，不仅仅要模仿他们，还要有创新，有自己的特点。你们光模仿人家凤凰传奇，将来谁能记住你们呢？所以你们还得有自己的特点。能不能唱一首跟凤凰传奇不一样的歌呢？儿歌什么的？我俩一起。好，来唱一首儿歌。对啊，因为毕竟只有一个孩子只有六岁，一个是四岁，唱属于你们这个年龄的歌给我们听一听。这个是很有创意的啊，这就对了嘛。对，有自己的特点，这是属于你们这个年龄的歌，但是依然好像也有凤凰传奇的味道啊。而且这个话呀说的挺狠的，不开不开就不开，等门口那人气死了。准备好了吗？鹦鹉传说要挑战我们的舞台了，来说出我们的口号，黄金宝贝，我要闪闪亮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黄金一百秒属于鹦鹉传说，计时开始。哇哦，这是很有创意的啊。传说，谢谢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黄金宝贝高慧成，有请。
有成，有点酷哦。哎呀，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高慧成，今年六岁半了，我来自绥化地区青冈县。还是东北。嗯。所以刚才那首歌是你特别喜欢的歌。对。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，你知道吗？叫做向偶像致敬。对，我知道。哦、你有偶像吗？有。你的偶像是？杨帆哥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这就是为什么你把发型也像他那样，像火焰一样，是吗？哦，啊，不是什么人都能驾驭这种发型的。这样吧，为了避嫌，接下来的话题我来问啊。好啊，我们一定要实话实说，好吧？嗯。你为什么喜欢杨帆？因为杨帆长得帅。有品。但是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优点？腿长得很长。好。还有什么优点？钻石很亮。我没有，除了衣服裤子方面我没有别的优点了，是吗？我的内在你懂不懂？比如说我的语言呢、啊、我的说话呀、啊、唱歌啊、跳舞，就那些方面。求求你表扬表扬他啊。语言说的不怎么样。我跟你说，孩子，以后出门谁问你喜欢谁，你就说喜欢李佳明，好不好？我没什么可问的了。你觉得杨帆叔叔是一位好主持人吗？是。为什么？他好在哪里？主持节目的时候，为什么你喜欢看他主持？你想成为他？就是别人在问你我好在哪儿的时候，你不一定非盯着我的衣服裤子看。好在哪？好在这头发不错。咱都是东北老乡、嗯、你也知道我多才多艺，你怎么样？我也多才多艺，歌会唱中文歌、英文歌、蒙古歌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我就给你们唱个蒙古歌，那就唱个梦中的额吉。行。乐器你会吗？乐器也会。乐器也会、嗯、会什么乐器啊？吹竹笛。笛子。听说你会吹小号。嗯。我妈妈也领我去吹小号，那个小号老师说我牙跑风不能吹。你张嘴给大家看看你的牙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糖啊？我爱吃糖，还爱吃个牙。少吃点啊，要保护牙齿啊。所以你看漏风就只能吹笛子了。你的笛子带了吗？带了。道具上场。哎，行。你说。啊、我特别想跟你伴奏，你给我唱一下呗。唱什么歌？我吹，荡起双桨。让我们荡起双桨、嗯。你说让我唱。嗯。他给你伴奏。那我这怎么唱啊？这找不着那种感觉。小船上。这船儿挺眼熟的，对不起，找不到桨了，只有铲子了，你就凑合着吧。反正你，我要给你拿浴巾来吗？来，让我们嘉明哥，麻烦你一下，能把我船头朝着镜头吗？美美的坐船头，哎，这好了，来吧。那接下来我跟程程，我们俩给大家合作一下啊，乐器独子笛奏，啊，笛子独奏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音乐。一点前奏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海面。迎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。
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今夜吹来了凉爽的风。这个船质量有点问题，漏水了。刚才你说什么唱歌啊，什么乐器，那是杨帆叔叔在主持里边顶多算是才艺，我的现在的身份是主持人，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主持会吗？主持了，我也想主持。你也想主持啊？啊，那你这样，你跟佳明叔叔你们俩合作一下好不好？你正式一点，看你有没有当主持人的潜质。欢迎大家来看黄金一百秒，我是黄金一百秒的新主持人高慧晨。看你呢，你这主持人得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总会扫二维码的。好了，不为难慧晨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要挑战我们的舞台了啊。来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黄金宝贝。 我要闪闪亮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高慧晨，请准备，黄金一百秒属于你，计时开始。我期待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黄金宝贝张艺兴，有请。我摸到你那温暖。
欢迎美人鱼张艺兴，欢迎。天天叔叔，你能帮我抱下来吗？没问题，我很荣幸。你可小心点啊！佳明哥，你这个渔夫，人家在海里躺得挺好，你给人捞上来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俩可以坐到你旁边跟你聊天吗？可以。好。我们人类是很善良的，你不要害怕好不好？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张艺兴，今年7岁了，我来自河南省郑州市。哦，河南那儿也有海呀。它没有海，只有江。哦，那你是江鱼对不对？淡水鱼。对。你为什么要扮演美人鱼啊？因为我很喜欢它。喜欢它什么？尾巴。喜欢它的尾巴。是不是那个美人鱼那个格林童话里边的那种造型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先说这个，说到我心坎里了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看这本书了，美人鱼，对不对？对。一共7个姐妹，她们生活在渔村，然后附近有一个蛇精，有一个蝎子精，她们有个爷爷。这7姐妹，老大会喷火，老二会喷水，老三千里眼，老四顺风耳。她们的好朋友是穿山甲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还对？不对啊，不对呀、啊，哎，那你给我讲讲。我知道那七条鱼叫葫芦鱼对吧？不叫葫芦鱼弟。哎，你们那个书是怎么写的？那个结尾？美人鱼最后变成泡沫。啊，那么惨啊！哦，那如果让你来改变的话，你希望结尾是怎么样？如果我来写这个童话故事的话，我会让美人鱼最后变出2条双腿。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变出2条双腿？哦，我不信。这个过程确实像童话般一样啊。能站起来我们看看腿吗？哎，美人鱼有腿了，站起来了，太神奇了。所以你的偶像是美人鱼对吗？对。嗯，你觉得美人鱼有什么样的品质啊？是因为她漂亮又善良。漂亮又善良，所以你想成为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孩子对吗？对。那你将来有什么样的梦想吗？有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世界小姐。世界小姐哦。哇，什么是世界小姐啊？我们不太懂。就是世界上评出一位最漂亮最美丽的女孩子。那选世界小姐应该比如说文化课文化知识要有准备吧，走舞台步对吧，模特的那种气质你得有吧？有。你可以吗？可以。走个模特秀可以吗？有一些小感觉。张艺兴特别棒。这个刚才说了，这个走模特步那算世界小姐考核其中之一，也得考一些才艺吧对不对？要做才女。你会什么？唱歌跳舞。你唱歌会唱什么？会唱说唱脸谱。说唱脸谱哦，可以现在唱吗？可以。来。那一天夜里，我去把京戏看，看见那舞台上面好多大花脸，红白黄绿蓝，面前有灯眼，一边唱一边喊，哇呀呀呀，好像炸雷，叽叽喳喳就响在耳边。好，还有一句。对，还有一个，来。那年的道蹲道御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，叫
心啊，唱得很好。叔叔要告诉你，你的理想特别好，想成为世界小姐。但是世界小姐不仅仅要有靓丽的外形，更重要的是她要有才华，要有一颗爱心。你知道吗？每一年世界评出的世界小姐，她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去做慈善事业。所以你要健健康康的成长，但是更要认认真真的学习。不仅有靓丽的外形，内心还要有丰富的才华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嗯，只要你坚持，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准备好了吗，一心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黄金宝贝。我要闪闪亮。请登上黄金舞台。小美人鱼张艺兴，黄金一百秒属于你，计时开始。小美人鱼有了双腿以后就更加的活泼可爱。你不穿什么走什么风格，为什么觉得你的意见那么严肃？那口红的颜色，连走路的动作，忘了几个钟头努力当个本身干什么？做事要原则，做人要负责，跟着的路线走，怎么可能会跑在前头？一旦失去自我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？谢谢，谢谢张艺兴，还有我们各位伴舞演员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静媛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，在暑期的特别制作黄金宝贝。我们接下来掌声再次请出前五组黄金宝贝，有请各位。现场的观众请拿出手中的投票器，今天的六组黄金宝贝谁是您心中的冠军宝贝，请投票，请投票。由9999黄金专家孟静媛提供的一枚9999纯金奖牌。好，投票结束。现在我们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统计观众投票的最终结果，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现场的六组黄金宝贝愿意和我们俩一起来参加一个比赛吗？愿意。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，叫做不 NG。 两队分别派出队员接力完成象鼻子转，跳绳十下，俯卧撑十个，吃西瓜一块，借助表情吃饼干一块，用时短的一方获胜，失败的一方接受惩罚。嘉明组率先挑战，计时开始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下一位跳绳，快，十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下一位，十个俯卧撑，五二三四，我厉害呀，六七八九十，吃西瓜，对，上中间吃了，那也是，
大哥，你吃的满地都是，下面谁来俯卧撑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快点。二师兄，那你把籽吐到我手上，快继续继续。看来啊，这个二师兄的嘴啊和他的肚子不成正比啊。好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你还有时间展示，该你了。该我了，该我干嘛？来，用六，你仰脖。我为了好拍摄啊，用表情把这块奥利奥运动到嘴里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岁数大了，人有时候哆嗦。好，快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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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哎，舌头甜，哎，好，时间到，掌声鼓励一下，2分11秒，2分11秒对于扬帆队的各位成员来说，足够做3遍以上了。准备，扬帆队计时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，大象鼻子都扬起来了。8、9、10，好，下一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哎，九，这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行，最后是话筒。好，算你们过关，10，来下一位。这是话筒的原因，来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下一位。来，把籽吐到我手上，要吃的既快又要优雅，好不好？嗯。来，我们给他加加油，好不好？哎，不错，小姑娘，不着急，但是我们也不浪费。小姑娘吃得很细心啊。对啊，女孩子要优雅一些。好，再来。这里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静媛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。好，时间停止，扬帆队2分55秒，我们赢了。好，现在由我们队选择他们的对他们的惩罚方式，好不好？请看大屏幕，大屏幕转动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倒计时，3、2、1，他就停，好吧？来，停！我，那你来就行了。不对，这个猪八戒很有意思。按照我们的规则，你要扮演猪八戒，来背我们其中一位小朋友绕场一圈。今天我老猪就背一背你小猪，来，他要决定背你，你给杨帆哥哥扮上。好，现在杨帆哥哥已经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天蓬元帅。3、2、1，有请天蓬元帅。哈
海，是金的，斗篷发光的，观众朋友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，嗨，哎，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你师傅。什么感觉，杨帆？感觉比以前威猛了。哎，儿子，来接受惩罚。一二三，绕场一周，加油加油！再来一圈，跟你说过多少回该减肥了。小朋友请到前面来，来，我们现在在宣布最后结果之前，我们要给今天我们六组出色的黄金宝贝送一个特别的礼物，那就是学习大礼包。希望你们在假期里面快快乐乐，开学之后能够好好学习，天天进步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我们将宣布本场的冠军宝贝，二师兄。嗨，冠军宝贝将会获得的是我手中的金牌。这枚奖牌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静元独家提供的。现在我们来宣布观众投票的结果，观众把最多的票数送给了本场的几号？几号？几号啊？二号选手唐诗涵。Yeah.